我因为我要 C 他们 ，C 这个大势以上的局，我就必须要拿很拿手的才好 C 啊，知道吧？大势以上可以重复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看我怎么打电击啊，兄弟们，学一下。肯定是往在外侧，哎呦，不错。一个 AQ 拉一下他的破绽 ，OK， 离开他的视野的话，破绽就会重新刷新位置啊，兄弟们。所以说破绽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往他的视野外面拉，破绽就会重新刷新。他是一前一后，就这么理解，一次在他脸上，一次在我们背后好，你像这个印记又刷在他面前，我们就往后走。好，你看再回来，印记又刷到屁股后面了。这样他就不好 A 破绽了，懂了吧？如此粗野的生物们，跟我玩细节。我一直看着小兵的，我小兵马上就要 A 完兵升二了，我就在等他交 W， 还想跟我打。直接带走啊！不要背对着我。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往墙边一站，你的破绽贴着墙，你怎么 A 这个破绽呢？你的道行还不够啊！学会吗，拉拉兄弟们？打这些大师上单，就跟捏死一只路边的蚂蚁一样简单。我马上就回来，要想我呀！真的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Wait, wait. 等他叫 W。等他叫完 W， 我们再 Q， 知道吧？不然他叫 W 挡 Q 的话，你就 Q 没有中毒效果，你打不赢剑姬的。一定要细节到位，先交腹地，然后等他交完 W， 我们再 Q， 这样 Q 就能完成中毒效果。有中毒效果，我们才能杀他。我打了剑姬，打了很多的。好，回家。剑姬打不了蛇女，能打蛇女，看操作的。给剑姬还行，我就想给剑姬，不能给男枪，给剑姬，剑姬就值钱了。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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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还行，这波真的很赚，剑姬拿还反而还值钱呢。这波走不了的，回不了，回不去。这男枪还细节回头躲大招啊，挺细的。这大师还是可以，男枪还回头，他回头躲大，他不是走，兄弟们，很细。来不及回，来不及。我可以预知你的每一个动作。这哥们不会让我打傻了吧？啊！注意脚下！你是大师啊，严谨一点啊！你是尊贵的超凡大师。
给打傻了有点。这样叫 W 啊？啊，你敢这样叫 W？ 干你就完事了呀！美滋滋，美滋滋，可能被喷了吧？我觉得可能还被喷了，兄弟们，可能被喷了。好，抽号，大四以上打一个小时，大四以下打两个小时啊。不管大区和分段，然后这个青铜白银都会打啊，黑铁也打，王者也打，好吧？大家可以自己抽一抽号。我就跟你在 A 算了。他怎么了？我觉得这哥们真的被打傻了。我要咬了。怎么这样玩啊？就感觉是那种，就很难受玩的，就心态爆炸了。上来就要跟你干，光有一腔热血可不行啊，没用的，江湖不相信眼泪，心态崩了，心态崩了。没事，站在腹地上面的。根本就不慌啊，耐心亲爱的，可能他没遇到过我这种上单吧。抽号还有七分多钟啊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抽抽号，好吧？抽号。如果你不摆布他人，就得任人摆布。相信你所开的刀。先 Q 他一下，破个骸骨。不着急推啊，推了吧，算了、啊、都不用算单杀了，反正每个头都是单杀。财富才是有价值的。
好的是谁？啦啦啦啦啦啦。Legendary. Shut down. Come. 快来吧 ，Los， 快来吧。哥哥在这等你哦。嗯？人呢？很多战争都始于一次命运。心态已崩了，心态已崩了。也许会离开，但我觉得好吧，抽号还有五分钟，在直播间正下方，兄弟们可以抽一抽，任意大区、任意分段都打，好吧？打完这把就换号了。你要是再中两把，我估计我都要打完了，现在。我喜欢留下一个长久的印象。演员不，如果他演员都不会这么送，讲真的，演员也不会这样送的。他这个感觉是真的是那种就是。打上单对线的就我觉得能理解的就是能体会他这种感受，虽然他送的确实不对啊，就那种被打不过心态很难受，刀都补不了，然后出门就要被压着打，出门就要死，死个两波心态就崩了，就烂了。嗯，演员不会，应该也不会，这不会这样子去送人头啊，前面打的还算正常，就是被我杀了几波之后就感觉就有点摆烂了，就心态裂开了，就很委屈嘛，那就那种。哎，就这种出来就要跟你打。好，给你拿一个吧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我们反正也超神了，也不是被单杀，哎，杀就杀吧，他开心就好，还是让他开心一点。我怕这一场游戏等下给他打出内伤了。让他杀一下也还行，希望他可以开心一些。希望剑姬能开心一点吧。这你敢过来？拉不开的。说他怎么有条风龙啊，兄弟们，对面有条风龙，难怪，我就感觉他是应该是拉不开的，有条风龙在手里，有风龙。我说他怎么感觉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正常来说，这波是绝对走不了的，有条风龙在手里，脚底带风啊。你有风龙是吧？来来来，看你过不过来吧。哦，有眼，来不来嘛？
风龙有用啊，你已经被我盯上了，被我盯上了，你是不可能活的。我已经找到他平 A 的节奏，知道吗 ？A 一下回一下头 ，A 一下回一下头，在他回头的那一刻阿闪，这样他下一步就是把面向我们，就可以石化到他了啊。掌握他这个补刀节奏，轻松拿下。直接上票啊！好，收费。